信仰，那是不慈悲，了解吗？慈悲的人所做的是为对方，就像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穿得很漂亮是给别人看的，对不对？又不是给自己看的啊。同样呢，佛菩萨的庄严乃至持戒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。有没有看过生气的佛陀啊？没有，永远微笑。你再怎么不好，他永远微笑。杀人魔王央杰摩罗，佛陀也是用月爱三昧那一种永恒的爱的光来让他觉醒，让他自动的惭愧。希望大家用这种方法好不好啊？千万不要对好人用一个脸，对坏人又一个脸，天天在变脸啊，变久以后那脸相不好看。好人坏人我们都是一个慈悲的脸，慈悲的眼神，更坏的更要慈悲，这个真的要修行啊。所以各位八关斋今天等一下以后我叫他们开始照相，哪一个脸不好看，你修得不好啦。八关斋是叫什么？念一下，世间莲花，眼神好，脸相好，讲话好，心态好，没有不好的，这个叫八关斋嘛。特别做一天的菩萨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佛法展现在人格以及对待世界众生的态度上面啊。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妈妈回家，老公没回来没关系，宵夜煮好，你又不吃又煮给他吃啊，放一个音乐，阿弥陀佛，等他回来还是大悲咒，他三更半夜跑回来怕你知道，你说 OK never mind just for you 啊，有宵夜有好吃的他吓坏了，为什么？我守八关斋啊，我要对你慈悲呀 所以因为他觉得哦，他太好了，以后他就天天回来了，家里多好啊！我老婆以前很凶，现在像朵花，因为他守八关斋戒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如此。不分男人女人，因为你守八关斋戒，要知道这个意思，而不是我守八关斋啊，然后一副很骄傲的样子。事实上我讲的话是我师父跟我讲的，以前我蛮严肃的，我这个人蛮孤僻的，看到我都会发抖一样啊。但是我师父说，不快乐的人啊，对修行没有帮助啊，你坐在那边一脸臭相，谁敢来拜佛呢？你又不是保全啊，你坐在寺庙门口要微笑，哦，欧巴桑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在南部呢，他们提过来是那些荤的啊，然后要来拜五公啊。我在南部五公是很多居士就拜荤的放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有些法师会骂人，什么呀啊？那我师父说不要骂人，反正他已经带来了，先给他超度再说了，慢慢感化他们呢。啊，这样以后呢，人家也会觉得说，哎，五公寺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自从有了出家人以后，他本来是个道教的庙，然后换给出家人，然后因为他的子孙学佛啦，希望他们过去这种拜荤的啦、杀生啦、当鸡啦这些慢慢改变，这样啊，那这些改变就要靠着我们出家人的微笑亲切，对不对？耐心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他们就改变了。改变以后呢，然后呢，也很喜欢听听佛教故事，啊。所以以前早上我们都是念楞严咒、大悲咒，叫那些老菩萨站在那边发呆，也不要干嘛，念也念不上，听也听不懂，这个就没善巧方便。那也要改变他，来来来，通常来早上来拍手工啊，拍完以后阿弥陀佛，走走路、散散步，对吧？再来做义工，帮忙扫扫地，哇，通通来了，他觉得很轻松，慢慢慢慢慢，然后呢？讲的是一些他们喜欢听的故事，乃至如何健康发财、子孙平安。那各位知道，你要有善巧方便啊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受八关斋戒，你的身口意除了不伤害对方，站在利他的动机，你的身口意要变成对别人有帮助啊，对别人有加持。然后呢，你要把佛菩萨的力量透过你的悲心，各位，只要你有悲心，佛菩萨力量就透过你加持对方。我们当然是凡夫，但是我们有一颗佛的心，就可以把佛的力量给对方。所以镜子能不能把太阳反光出去啊？
很快的。镜子虽然很脆弱，一摔就破了。那我们这个心本来就是如此，但是当我们在八关斋戒的斋体清净的时候，佛的力量就透过这个布施给对方。那佛陀为什么讲两百万劫的功德？因为你就有两百万劫的力量去布施给对方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只要家里往生，我们就披麻戴孝，就是守八关斋戒，以这样子的功德让父母升天。所以披麻戴孝就是为父母而守八关斋戒的意思，因为是最大的力量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今天讲得很清楚，以后你要鸡婆一点去跟人家讲，这叫菩提心啊。啊，然后你去跟他讲，要让对方高兴听才行，先吃饭，先赞叹他，先对他很好，那什么不能商量呢？对不对？他就愿意听你的佛法。所以我想各位八关斋戒就是希望你改变，平常你是不孝的人，酷酷的人，那你就要孝一天呢。所以碰到善知识很重要啊，就像在训练空服员呢，要讲话先微笑这样，然后你不能站得高高的跟客人讲话，要跪下来跟对方讲话，头等舱的待遇。然后呢，先微笑，然后你要什么？所以各位女人今天回去就要这样，老公回来蹲下来，要脱鞋吗？你要学日本人，日本人就是佛教教育的嘛。韩国也是啊，先脱鞋，拿脱鞋给你穿啊，坐着喝茶，因为你守八关斋。如果家里人学佛都是如此，赶快去学佛，他会赶你去，因为我们大乘的是以服务对方为主了。老实说，就像我在这边讲话，各位听了快不快乐？就是这样啊，还有什么办法？训练出来的啊，就是要讲话让人家听得下去，不但听得下去，还有一点点对他有帮助了，还有佛法啊，而且要调到最好的声音。你看，我如果24小时都保持这个微笑的脸，那我一定成就啊。但是你要开始修行。要用各种，所以八关斋戒是身口意都在最圆满的状态，站在上等根器，站在一个利他的菩提心。除了我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消极的，是为自己怕受苦啊。所以人天福报跟解脱道，人天福报是怕自己受苦，我希望有福报，所以我守戒；解脱道是怕自己轮回，所以我不要贪嗔痴。那大乘佛教一切为众生啊，我守戒乃至修空性都是为了众生，而跟自己没有关系，而且要让你周围的人因为你的存在非常的快乐，让佛菩萨欢喜，让诸天欢喜，护法欢喜，让六道欢喜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放生，让动物道欢喜；施食，让鬼道欢喜；超度持咒，让地狱道欢喜。我们这么精进修行，诸佛就欢喜。所以简单，你儿子都会等爸爸，你八关斋戒到了，你赶快受我，他就欢喜了。他知道那一天你不会骂他，还有给他钱哦，啊，因为他知道你那一天会做好人，所以这样来解释八关斋戒，各位会比较了解。简单的说，初一十五我们要做一个善良和蔼、不伤害众生又会帮助众生的人。那一个月6天过这种日子。甚至观音菩萨、地藏菩萨要我们一个月10天做这种日子，慢慢呢，久了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人，超越了你的烦恼习性。啊，烦恼就是贪嗔痴会伤害众生，习性就是虽然你心肠好，但是不孝的；虽然你这个人心不错，那讲话就骂人。啊，那我想各位有结婚，家里有家人，爸爸有爸爸个性，妈妈妈妈个性，老婆有老婆个性，儿子有儿子个性。那修行人没有个性，念一下，没有个性，只有佛性。听有无？不能用个性想法做事情，八关斋自己完全变成像佛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念12页最后一行。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，所以无论如何内心里面不要有贪嗔痴，要清净，站在菩萨道，今天的内心念下来，充满大悲心。
圆满菩提心，安住空性，为六道众生大作福德善根。啊，内心要想什么？各位八关斋，你要想，今天我能为别人做什么？不管在我面前走过认识不认识的，包括今天平常你看到蚊子，嘿，好厉害，今天蚊子来了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因为你今天守八关斋啊，要有那种利他的心态。啊，昨天很晚，我住的这个房间没有看过蟑螂啊，昨天来一只蟑螂，太好了，贵宾来了，哎。跑到这地方一定没东西吃，人家扫那么干净啊，所以我赶快去找最好吃的给他吃了、啊、那一只而且藏在安全的位置，蟑螂也不会怕我，然后呢、哦、他吃得很高兴，对不对？这样快不快乐？快乐啊，因为你在守八关斋，蟑螂也好，冤亲平等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因为我能为你做什么。因为行菩萨道那是在服务众生，做众生母亲永远的仆人，服务众生啊，修行要如此。如果你想要去改变对方，很痛苦啊，他就是在喝酒，他天天打麻将，他天天脾气不好，他天天谁谁念，这是正常人啊。但是我们不是要改变对方，反正我就随顺你，随顺众生，慢慢的服务你，哪一天你自动自发想要跟我学，那是最好了。啊，就像没有人逼我们学佛了，我们都是被佛菩萨的行为感动，看了佛经，哇，看了地藏经就会想拜地藏菩萨，对不对？太伟大了。啊，所以就是如此。所以我想各位学佛了，那我们就是要去配合对方，而不是说我喜欢念佛，你们通通给我念佛哦，不念佛下地狱哦。我喜欢密宗，你们通通学密宗哦。那不是的，佛教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佛教是这个人喜欢修人天福报、哦、健康发财的方法要给他。哦，这个人要修解脱道啊、哦、你要懂得四圣谛十二因缘法怎么修。啊，这个人喜欢修菩萨道，那菩萨道有各种法门、哎、都可以示现给他看。所以我想观音菩萨示现成各种的形象，显现各种的法门。就像千手观音前面有四十只手，代表观音菩萨至少有四十种法门。事实上观音菩萨有百千万亿法门，配合众生的需要，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而不能说哎，我就是这个法门，你们一定要跟我修这个法门，这样不好，好不好啊？以后各位搞不好也会出家，应该如此啊，是配合对方。因为我想方便有多远，什么路都可以走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各位你要走到七楼，坐电梯电梯电梯，走楼梯乃至直升机到楼顶然后再下来也可以啊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，坐直升机的叫密宗了，比较快，但是可能会摔死。所以不是密宗不好，是你要有决心，要么就成佛，要么就下地狱，对不对？不能混的。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，但是你要认为说啊，别人适合什么我就为他说什么。所以做一个菩萨要如此。来，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。所以各位其他宗教怎么拜我们也在拜，但是动机不一样就好了，动机不一样就好了啊。天主教基督教做弥撒念弥贵经在祈祷你都可以做，你都可以做，因为你的心态是皈依三宝就好了。对你来讲这些都是佛菩萨的显现，他本体的佛性，我们皈依的是他的佛性，不是他的外表，这样你就可以感化他们，度他们啊。因为菩萨的目的是度对方，既然你要追求快乐，我有就近快乐的方法，但是我要如何慢慢接近你，而不是强迫对方跟我们一样啊。就像各位穿这个黑的哦，穿穿可以了，如果你去别的地方穿这件去，人家看你怪怪的啊。所以现在有人在改良了，八关斋全部穿白的来，因为好看好看啊，时代的问题吧。所以在印尼已经改良，印尼热得要命，他们穿黑的不好看，有人穿白的，有人穿绿的，结果法会一来什么颜色都有。对我来讲随缘随啊，像五方佛一样五种颜色 OK OK 啊。所以
但是各位要随缘。那有些法师就会骂，以后参加这个不要跟传别人，人家不是不要传，而是干脆不要来，那不是浪费了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啊，只要能够来，要种种善根也好。好，所以各位要了解，受八关斋戒，站在菩提心，我们身口意，除了道德善良、清净，又充满了随时关怀众生的身口意的表现，要这样去做啊。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志虔诚，要很认真，在内心里面都是好的念头，念佛大慈大悲接引众生每一尊佛，念法哦，所有佛所讲的经典，甚至是所讲的教法，哇，是我们成佛的基因呢、啊，原因呢、啊，叫三世佛母。念身所有的菩萨，乃至所有的出家菩萨，哇，是我们的福田，让我们皈依啊，引导我们离苦得乐，人天福田。第三，念天，我们只要对三宝有信心，在持戒又布施，保证来世升天，长寿安乐。所以有一种讲法，念一下来：舍弃今生，但为来世。啊，这是起码的，不要追求这一辈子的快乐，好不好啊？这辈子宁可苦一点，苦一点，折磨自己，就像社会守八关斋戒。但是我们来世充满光明呢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或至少升天。如果要升天，去哪里？念一下，兜率内院。哇，那边有弥勒菩萨讲了发菩提心的教法。哎呀，诸大善知识引导我们。那你有世间的欲望，可以那边可以结婚，可以生小孩。但是没有人会造业啊，那在这种情况也可以不离菩提心啊，就长寿安乐，乃至十方诸佛菩萨净土，要念着。所以这一辈子精进，要今天精进，明天会很好。第五，念戒，所以我们要时时身口意保持清净戒，清净身心。第六，念布施，那希望大家这么精进努力的功德回向六道众生，好不好啊？回向非洲贫穷国家，哎呀，也门、南苏丹，大家最近多回向，也尽力帮忙，好不好？他们1600万人在饥饿濒临死亡啊，所以是现在有报纸、网络，随时可以看到世界的变化。那边政治又变化了，那边天气不好了，那边又太冷了、太热了，那边又动物要被屠杀了，禽流感，我们就赶快回向啊，能够救了尽量救，念布施，普济贫穷。所以外在以八条戒律约束其身口：第一，不杀害众生；第二，不偷盗；第三，男女之间全断淫欲；乃至第八，离非时时，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轮回之正因，包括往生净土之正因，解脱生老病死轮回痛苦之根本。所以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，果能如法禀受佛，能如法受持。好，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经典，9月18日礼拜五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持斋度罪90劫，王母娘娘圣诞，下午1点。家己慈悲恶，点万灯降万水，护生慈悲施舍，甲乌兰盆龙凤法会圆满总回向。联络电话：0522558888，0522116。
6700。9月9日礼拜六，第二年太岁星君千秋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加恶行升100万倍。下午1点，台中洲际棒球场，中区联合举办孝亲报恩，互相点点供水，要将大蒙山慈悲施舍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238-9987。9月10日礼拜日上午10点，新竹普愿佛陀医北区联合护生点灯摇香，甲大蒙山慈悲施舍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、03-533-7368。9月12日礼拜日暗时7点。桃园高中人文艺术馆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：03-331-0553、03-347-7666。9月13日礼拜三，念多谢那佛，大势至菩萨，持斋度罪1000劫，自家母孝千秋，法王圣君千秋。上午8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。八关斋戒，点灯摇香，护生甲甘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9月14日礼拜四，龙树菩萨圣诞，念地藏菩萨，罗刹那佛，持斋度罪1000劫。地恩平君王千秋，上午8点半，家人发言时。供上地藏经、有缘盆经、点万灯、供万水，护生甲大蒙山慈悲施舍超度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456-2057。9月15日礼拜五，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万倍。下午1点半，新店大明讲堂心灵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9月17日礼拜日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度罪90劫。上午8点，甲下午3点半，桃园南口体育馆，国立体育大学国际强护财经大会，甲大鹏山发会。联络电话：02-8226-7559。9月19日礼拜日，地藏王菩萨圣诞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度罪8000劫。上午9点，新店大明讲堂北关斋戒十供养，甲佛经大供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。9月21日至9月22日，香港弘法行程。9月21日星期四，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倍。上午10点，香港优坛委上主委真善路点灯庙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9月22日星期五，北斗星君圣诞，9天司命造君千秋。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半，香港北角杨子金码头。海上放生。9月23日至9月25日，澳门弘法行程。9月23日星期六下午5点，澳门帝豪酒店1楼帝豪轩慈悲素宴暨佛学讲座。更加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中无方讲堂举办中区联合孝亲报恩法会，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9月9日星期六下午1点，
地点台中洲际棒球场停车场，地址台中市北屯区崇德路三段835号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，04-2238-9987，台中火车站站前搭乘5871127公车至洲际棒球场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